我是 Chef Shaaun， 我是 D'Pastriez by Bread Fresh 的烘焙师。我今天为大家做的蛋糕是 Osmanthus Ondeh Ondeh。有个重要的人曾经告诉我，要鼓励自己、挑战自己，就要举一反三。每当看到一个让自己觉得很棒的产品，要记录下来，并想出3个方法如何可以超越它。 我本身喜欢桂花的天然香味，我想把传统的做法和怀旧的美味改编成另一种口感和味道。我觉得人生就跟做蛋糕一样，懂得越多，想探索的就更多。